Hello， 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 Torch News。秉宏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，正好就是我们这一次跨年祷告会举行的场地。这里是公务人力发展中心，而我们使用的场地呢是，噔噔，就如我们火把人的这个特性一样，就是卓越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在卓越堂跨年，哇，真是太棒了！现在呢，就不妨跟我一起来直击一下。目前我们这个要举行呢跨年祷告会的场地。你看我整个非常不顺的感觉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我们聚会的场所里面，哇，居然有手扶梯耶！哇，你看真的是太高级的一个场地了。所以这个场地就像我们的 PV 说的，这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恩典的场地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祷告会的会场的外围，而现在呢，大家看到哇，已经开始排队了。而现在的时间只是9:15，我们呢是9:30会开放进场，10:00呢会开始我们的跨年祷告会。所以相信今天这里应该会被挤爆吧。好啦，那么我们等一下就一起来看一下在这里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，跟着我走吧。为什么要来参加火把教会的跨年祷告会呢？而不是去101看非常漂亮的烟火，或者是去朋友家一起聚餐。来这边参加跨年祷告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来问一下，为什么有些朋友会想要来参加跨年祷告会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来介绍一位新朋友好了。嗨，你好。请问你的名字叫做什么？我叫 Newman。 Newman， 所以他真的是新人。对，新人来着。好，永远的新人，感谢主。因为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跨年祷告会吗？哦，没有，第三次吧。哇，第三次。那为什么你会想要来参加火把的跨年祷告？意义不一样。以往跨年的话，就是如果在市府就人挤人嘛，要不就是挤到被漂浮了，然后看到烟火，大家一起尖叫，一起倒数，那就是缺少了那么一点点。结束之后会有一种空虚感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因为空虚，所以你要去吃火锅；因为空虚，所以要元旦去升旗，这样，然后累到不行才能睡觉。对。但是在这边不用，在这边你可以许愿，你可以感恩，你会发觉，哇，我的2014年展开得非常充实。耶，没错，我们抢先在大家进到这个会场之前，先来直击一下我们的这是什么卓越堂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这真的是一个超级棒的场地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的招待都已经陆续的就位，准备等一下应该会是有一个非常疯狂的进场。不过在我们要进场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找一个关键人物。好，我们的关键人物是谁呢？大家跟着我走吧。耶，嗨，杨牧师。嗨 ，Hello。 怎么样？杨牧师，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嗨 ，Hello。 新年快乐。怎么样？大家有什么计谋吗？没有计谋，只是想要问一下杨哥，就是趁杨哥还没上台之前，对对对，先分享一下2013年有什么值得感恩的事情。2013年很值得感恩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都活下来了，哦耶！谢谢。然后我就很感恩是教会有成长，然后弟兄姐妹都很平安，很有恩典，然后听见很多的神迹奇事，听见很多人的身体得恢复。那我个人呢，当然我在主日崇拜已经讲了很多了，那我觉得很看见，对对对对，然后看见很多的家庭，被上帝恢复重建。然后有些小组的分职，然后看见神恩待教会，这是我觉得很感恩的。然后台湾社会，至少目前为止，我觉得还是有神的恩典的。加油 ，Amen！ 感谢主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有感恩的时刻，感恩完接下来就是要来许下新年的希望了。那杨牧师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就好，一个你新年最希望达成的心愿？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更多的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和呼召，教会的成长和复兴。Amen， 感谢主，好像一次讲了4个，完成所有的使命跟呼召，然后呢，要能够承接教会的更多的侍奉。Amen， 我没讲这个啦。好，感谢主，好，谢杨哥。所以呢，就是等一下我们就期待大家进场，还有接下来后续会发展的所有的活动喽。
的时间是11:03。哇，感谢主，还剩下57分钟，我们准备就要跨入2014年了。在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呢，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会场的2楼，而这里呢，就是整个聚会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地带。这里所有的影片、所有的 PPT 都从这里播放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的倒数影片也会从这里播放。讲到这个，真的是一件令人非常惊恐的事情。每一年好像都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子琳姐妹播放这影片，今年心情有比较稍微不紧张一点吗？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从来都没有准时过。不行，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一定要准时的倒数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年特别这个中原标准时间在这边，还剩下56分钟就要跨入2014年了，耶！ Yeah， 我好期待哦，相信所有的朋友也跟我一样期待哦。我们现在在卓越堂的最高处，导演一直要我挑战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。我觉得我今天一直不停的在背对走路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恐怖，所以呢，导演拜托你在我后面扶着我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就会呈现一个一直有人扶着的状态。好，我要讲的事情就是，虽然我们还没有跨入2014年，但火把教会在2014年会有非常多新的发展、新的事情，包括我们会有新的 logo， 然后呢，还有我们的网站也全面的更新了。所以呢，在2014年，你会看到火把教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办法专心的报新闻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请你一定在新的一年要跟着火把教会一样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哦。没错，现在就是我们要开始准备倒数的时刻了。现在这个影片其实是所有教会一年当中发生的事情的回顾。所以呢，现在就在这个时刻，剩下60秒。剩下最后的1分钟了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要开始倒数了，最后的30秒钟，即将要迈入2014年了。剩下19秒，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。Happy New Year， 新的一年来到了，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新的祝福就要来到了。感谢主，现在就是跟你所有的朋友拥抱的时刻咯。哎，有没有大家在拥抱？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。好，我整个有点太疯狂了，但感谢主，2014年真的太美好了。倒数也倒数完了，感恩卡也写完了，新年的新愿望也许完了。哇，我觉得我今天讲话真的是有点不轮转，但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进入2014年，真的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希望你也有一个新的开始。当然新的一年，哇，主日相信也有很多新的气象哦，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。